如果对方发球发到我们反手位的侧上，我们应该怎么接触呢？应该怎么样打这个球呢？直接反手带点摩擦，啊，带点摩擦，以反手的攻球。你如果说你拉球拉的不是很好，你的技术不是很熟练，那你就稍微用反手压点板面，板面压低一点，然后往前往上带点摩擦，手腕那一下多一点啊，横拍的你看，对吧？啊，轻轻的一摩擦，看到没？往前一拨，你看啊，压住，哎，直拍也是一样。直拍更好打，像直拍横打的热。拉的时候要找准球，主要是找准球。你看，不加力，轻轻一挂，轻轻一挂，对吧？轻轻一挂，轻轻一挂，球过来，每次都是我一挂就 OK 了。哎，我轻一点拉这个感觉，看到没？啊，你就先从这个轻一点、慢一点的感觉去入手，能把球先打上，看到没？啊，打上，看到没？就这么简单。哎，摩擦。不要这样撞，你要这样撞的话，很容易出台，完就压住球往前去做。